件很奥妙的事情，很好记。只要公司哦，你今天提薪的时候、查人的时候哦，你就是一个乐师了。乐师要照规矩要提薪，他也不是随便照规矩提薪，他一定要找一个规矩进去很漂亮的才提薪才好听，这很奥妙的事情。你如果说像这个朵花喜悦啊，这种和弦进行五度圈进行很好听的时候，奇妙的，它就是很好听。那为什么好听？宇宙的奥妙啊，宇宙的奥妙。哦，对对对对，都记起来了，很妙啊。和弦进行，如果今天提薪的时候啊，一个乐师在提薪的时候，他如果他提薪的时候乱吹一通，根本就是不好听，他一定有和弦在带领。然后这个和弦呢，就是公式出来的，哆来手哆，马来手马来手，哆马手哆，这样子进来，公式就好。但是公式也是有公式的原理，原理它进来的时候它是有道理的，不是乱来的，它是可以解释的过来的。那所以说那个像第一名的公式，来最后给我回答，第一名，哎，对对对，前面几个公式。对，你可以背几个背出来的。宝花什么？哎，对对对，要出口成章啊，开玩笑，虽然其他的不好，公式可背了很多了，对。